佢合法噶，演人数合法噶，立法会你唔知道就冇出声啦。演人数合法噶，建制派唔喺会议里边，你就唔好话演人数有问题，系建制派唔喺入边会议，系建制派唔喺会议里边啊。演人数系合法噶，系你哋建制派演员唔喺立法会里边。誓死支持言论自由。你唔好喺度话人哋。誓死支持言论自由。建制派唔喺议会里边，你系立法会香港人。点人数合法噶系？点人数系合法噶？你建制派议员唔喺立法会里边，去晒边度？你哋人多势众，你就去晒边度？系咪先？你就话我哋，你系黐线噶。DQ 建制派嘢人 ，DQ 建制派嘢人 ，DQ 建制派嘢人 ，DQ 建制派嘢人。